朴信惠产后一个月首露面，已恢复苗条身材，依旧保持少女感。7月6日，韩国女演员朴信惠诞下儿子一个月后终于露面，在社交网晒出近照。朴信惠写道，和 Sion 一起制作体现各自性格的蜡烛很有意思，原来我是喜欢做这种东西的人啊，果然集中精力做东西真的很开心，谢谢 Sion。 他公开了三张照片，两张是亲手制作的蜡烛，剩下的一张则是他认真投入创作的画面。虽然朴信惠戴了口罩，但还是能够看出他已急速恢复苗条身材。网友感叹，朴信惠当了妈妈还是少女模样。32岁的朴信惠与小一岁的崔泰俊相恋四年多，去年11月宣布结婚，怀孕双喜临门。朴信惠挺着孕肚结婚，蜜月也在孕期度过，虽然身体偶有疲倦，但她并没有留在家中养胎，而是在丈夫陪伴下低调旅游。韩媒指，崔泰俊对朴信惠温柔体贴，还像家中长男一样照顾女方父母，取得了朴信惠家人的信任。现在粉丝看到朴信惠的最新照片，知道她过得开心，应该会认同她嫁得不错了吧。